哎，山地一连，我是小白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回来看这个《深海迷航》啊。咱们手电筒没电了。这个上一局啊，咱们在这里极光号里啊，探索了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啊。注意这个数量啊，这个箱子能开吧？这个我好像没来过哎。然后我后悔的一个事情就是，这个灭火器拿少了。我天哪！我现在灭火器真的是只有一个了吧？这是那个用完了的，我不是丢掉了吗？真是的，只有一个，还剩89%，有一点困难，说实话。呀，他给的那个手电筒居然没有电池啊！见鬼了我！那能照明吗？不能。哎，那还是要用。哎，哦，吓我一跳啊！我说怎么自己突然就，还有这个储物柜我怎么记得是可以拿走的呢？算了，然后这上面有一张人的照片。咦，我突然对这个游戏失去信心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张纸能拿吗？不能。他们这个年代还在用纸质的东西啊？好吧，他们这个年代还吃东西呢，对吧？他们这个年代还吃饭呢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用那个重力枪给移开的。我们的啊，冲击炮不是重力枪啊！哎呀，拿错了。耶，可以吗？真的不可以啊？那这个舱门就是进不去了，那就不用灭这个火了。这里有一个海虾号的海报，赶紧拿走。啊，不给你们留一针一线啊！这里有个 pad， 关系合同法律记录。等一下，差一点又忘了啊。Siri， 开启一个40分钟的计时。好，计时器已设为40分钟。OK， 等会儿啊。这样。OK。好，听着，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，但是我需要你明白啊，我想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。哇，不要，这是尊重一下这个同性恋，好不好？尊重一下啊，我并不歧视他们。哎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要灭一灭的吧？哎，哇，天哪，妈的智障，这都能烧着我？哦，这么一点火都能烧着我？啊，太坚强了，太坚强了！给我个灭火器吧，妈的水！哎，水就不能灭火？什么鬼吗？阿尔特拉救济品的这个小册子，电池。我们的行李包都是空的。啊，也对啊，要是有东西的话呢，那就，哎，刚刚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拿？哦，行李包是可以拿走的，是相当于一个小储物柜啊，但是呢，没什么卵用。要是这个行李包有东西的话，应该就被踢走了，对吧？有这个长官椅什么的。说实话，按我这个路痴来说，按我的路痴程度来说的话，啊，有什么地方没有探到，那真的一点都不稀奇。我觉得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这地方来过了吧？应该是来过了。那门打不开。哎，那是有个灭火器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哦，咱们正需要。哇，我眼睛真尖，我眼睛真尖啊！我这个没什么用吧？那桌子要不要都无所谓，对吧？毕竟咱们现在呢，也不缺这些东西。动力电池，哇哦 ，amazing！ 可是没什么用啊，我们不需要动力电池，不是不需要，我们现在要动力电池，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就是不需要啊，没什么别的。看看这里还有没有那个海虾号的残骸了？没有的话，这一块应该就探的差不多了吧？不是差不多了，还有东西没探。但是呢，因为咱们缺少这个密码什么的，所以没办法。这个电池为什么不能拿？呀，还好啊，还好我眼睛尖啊，不然就错过了。天哪，多可惜！这里就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它的升级模块。什么原理呢？插一个这东西就能潜得更深。可能是未来科技吧，我们理解不了。这火灭了没意义吧？那里面有东西值得拿吗？似乎没有的样子。嘿，哎呀，掉下来了，算了。
这应该没什么哦，就有一个完整的海峡号，我这个瞎子呀！啊，看一下还差多少，应该还差一个了。哦，对，还差一个，咱们就能做出我梦寐以求的海峡号了。一扫给人扫没了，真残忍。这个就没了吧？我梯子能爬吗？不能。这些东西应该都是那个机械臂啊，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机床一样的东西，不是机床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工业机器人是吧？应该是吧，类似的东西啊。哦，完美了，哈哈哈哈！要不是眼睛尖啊，我跟你说，一般人发现不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悬在这个天花板上，啊，观众不要骂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找到了。这个应该来说的话就没有了吧。话说这么漏电，我在水里不会电死吧？啊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轻易尝试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地方怎么出去呢？好在咱们氧气够啊，咱们氧气现在有200多，真的是一点都不愁。这里出不去吧？这里这倒是出来了啊，氧气够也不能浪，不能浪。好，这个地方，哦对，咱们还要找到它的，量子反应堆是吧？是这么叫的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某种反应堆。找到以后呢，把它修好，哎，就没有辐射了，利维坦就可以更好的生存了。那我去你的吧。真的没有，不要这样，让我吸一口。啊，没错，我还在这儿。天哪，这个怎么办？咱们回去就可以做海啸号什么的了，啊，这是比较开心的啊。这个门能开吗？应该不能。哎，用焊接器可以修好它。我天哪，我们捡了多少电池啊！我早知道不带电池来了，最不缺的就是电池了。修理啊，来，原力修理。你对原力一无所知，哈哈，我真屌。咱们有还有一个灭火器吧，我记得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哦 shit 啊，有灭火器也救不了我，我该怎么说呢？应该急救包吧，反正急救包挺多的，也不能说多啊，反正暂时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了。修理器带对了啊，这海鸥号不会让人给吃了，还没有，也不是让人给吃了，让那个什么给吃了，电池，哎呦，让利维坦给吃了，啊，他也不是吃了吧，他就是假爆啊。物品烂漫啊。海鹅号的升级模块，这个丢了吧，反正也是装饰用品啊。喝一些水，再捡着吧。哎都还有什么吗？这里有个箱子啊，不是箱子，有个 pad。 哦，激光号辅助任务清单。这里有氧气，咱们可以看。哎，这个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？在水里烧，不在水上烧。燃料泄漏我理解，但是，好吧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什么未来高科技吧，管他呢。宪章啊，反噬政府必须控制至少一个星系和相位门。公民，哦，莫非这个阿尔特拉是来创建一个新政府的？这个时候人类已经。就是那个上天已经上了很久了啊，当然这是我随便说的。如何构建蜂巢头脑的个体的进行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生物，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找到生物了，但是没有智慧生物是吧？没有特别智慧的生物，只是有比较聪明的生物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不然的话我就无法理解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牌的肥差啊，过去3个月你告诉我你没从来没有到外太空来了，现在你在什么先进机械船上，先进机械的船上，密码1869啊，1869击碎小行星，直到你用你裸露但是经过机械强增强的手臂击碎小行星。我的天哪，有这么强？不过我们找到密码了，这是个好事啊，我们可以再回去看一眼，就在船长室那边吧。啊，不是船长室啊，反正是有一个要密码的东西，是那个实验室吧，可能我猜。对，咱们先过去。嘿，
哎，我也跳不上去了，这么快就老了吗？好，这下应该就可以上去了。天哪，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，这么宝贵的时间。哎呀，啊，浪费我的也浪费观众的呀。嗯，那边有个控制台哎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一个要密码的门啊，在里面吧。这个，1869，啊，就是这个一号舱，里面有蓝帽子，去你的吧。然后有这个未污染的水，有急救包，行李包是空的吧？物品栏又满了吗？这里有一个仪器的 pad， 责任自主关系，主自关系，自主关系，所有东西都是好东西，都是商品，我们把爱情当作交易啊！啊，关我屌事。有急救包不要，然后就没什么了。哦，有一个玩具，有点想带回去啊。丢一个用了电池吧，用完了的电池，用完了的电池在这儿。然后再丢这个蓝帽子，丢了，我要绿的，不要蓝的。喝一个水，吃一个饼干。哇，可以瞬间涨到130多哦！但是这种呢会降得很快，是吧？就是过分饱和的这种饱食度。可以打开。哎呀，姐你干嘛呢？我这么大，我天哪！玩具啊，四，可以放在一个地方。很适合我，然后呢？打开你这个门的这个意义何在呀？就没啦？不是吧你？你不应该在这边藏个什么厉害的东西吗？藏个海峡号之类的？啊，也不现实对吧？那就被发现了。这是船长室啊，船长室和船长夫人的这个房间，还有这个极光号的海报。啊，不要不要，要它干嘛呢？这个地方为什么打不开呢？这里坏了吗？不知道。嗯，应该是没什么了。这里的房间除了那个不能开的，这个也啊，妈的，这个应该也不能开，别的应该都开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咱们就可以下去了。哇，这是到晚上了吗？话说外面的天气怎么会影响里面的呢？怎么影响极光号内部呢？嗯，诡异啊。好，咱们应该从这里就可以出去吧，就不用下去了吧。我们好像是从下面来的，哎，不记得了，管他呢，还可以关上，不关，这边走不了。嗯，这是冲击炮啊，好吧。好，这个地方，好，这个门可以打开，切割后使用的门。耶，哦，原理切割是不是啊？我可以切那么远的东西。哦，哎，好像没切着啊。没进度就没切到。哇，画了一个完美的圆。天哪，我们可能是仿生人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不会烫到我吗？真是的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比那些火焰烫多了。这里还有这个箱子，应该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啊。电池不要了，要那么多干嘛？有了电池充电器的话，电池也不是不需要那么多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过去的地方，哦，去护盾，哦。哇，这都烧到我了，天哪。啊，这个燃料用的好快啊，所以说为什么是燃料呗。我试试啊，只灭这个有必要的火啊，没必要的不灭。好，这里面我记得有那个吸血虫是吧，先打一个急救包啊，以免死这里。然后把这个冲击炮，然后水下推进器拿到这里来。手电筒的话拿到第三位，啊对，焊接器拿到这里来，玩具放回去，玩具用不上，手电筒拿到第三位，灭火器在这里用不上，
这个拿到这里，哎，这个不能放快捷栏，好吧？然后刀放在这里，好的。我觉得他咬到我以后就比较麻。哎呦，独眼巨人号的效率模块，叫我们扫，什么东西叫我们扫？哎，我的扫描仪要在这儿。缺口，看看啊，激光号的高放射性驱动核心正常时被护盾保护，发生坠毁后护盾被破坏，产生多处缺口，泄露辐射。啊，一把完全充能的焊接枪，为什么要完全充能呢？不完全充能也可以的吧？我记得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修理啊，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啊。修好这个以后呢，就没有辐射了。哎，咱们就可以用那种更好的这个潜水服了。这防辐射服其实比较差，有点差。还有九个，我想扫一下这个吸血虫。说实话，把手电筒拿回去吧。手电筒在水下应该用不得上。哎，咱们现在那么多电池，有没有啊？来咬我呀！咬啊！啊，他们不来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先修了。不对呀，为什么会没有呢？好奇怪哦。倒没说了。好，在这儿。我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啊，我也扫一下他。你可跟不上我！哎呀，妈的智障！太智障了，哼！我先上去啊，有人有点厉害，比我想的要厉害一点。我们还获得了他的这个资料，啊，我就喜欢扫这些恶心的虫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不要说我变态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是变态。啊，这里有梯子可以爬上来啊，扫嘎。外星生物，动物群，寄生虫，吸血虫啊，吸血虫。一种结构简单的寄生生物，我觉得它是直接咬死我了。好吧，一排牙齿，不方便也不卫生，什么意思？吃嘛？啊，主角怎么老想吃？我天，再吃个急救包吧。啊，不，用一个急救包。哎，我都被主角带坏了，真是。好的，赶紧把它修好，然后咱们就赶紧上去啊，早修好早上去。这个，别过来。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，跑！啊！哼，这是考验手速的时候啊！修啊！还好啊，一次好像只有一次，最多一条虫咬在我们身上，不会多啊，不会多，再多也不合理了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我把你打了墙了，抠的出来，还抠出来还挺多的啊。好，我认输。还有哪里有缺口啊？缺口在哪儿呢？话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不是那个脚蹼啊？就是那个动力脚蹼。我记得好像是要特别装上去吧？不是说你有了就直接给你用上了，似乎吧？因为我之前自己玩创造模式的时候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一会儿拿下来看一看吧。还有四个在哪儿？哦，那边就有两个，那就修好这两个，还差两个。美滋滋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这玩意儿捅一刀就死了，还是？哎，他是怎么把咱们面罩咬裂的？好吧，这游戏机制而已啊。咱们只要受到伤害呢，这个面罩总是会裂的。还有两个，哪儿呢？上面吗？应该是上面。呀，在哪？那边吗？看看去。
是不是这个？我没看到缺口呀，这里。哎呀，没跳起来。上去啊！好啊，这次一定跳过去。嘿，哇！啊！妈的，智障，没有啊，也没有模块。哦，它不是写的 no singer 啊，就是，哼 ，no center 啊 ，no center 是没有信号的意思吗？等会儿还有两个在哪儿？话说这些生物没有防辐射服，他们怎么没有被射死呢？不是被射死啊，这个辐射怎么说呢？就是被放射死，好像一个意思是吧？还有两个缺口在哪儿？好吧，我就是瞎啊，我就是瞎。还有一个在那个，我还有一个在另一个那个反应堆上，我也看到了。最后一个啊！话说修完还着火吗？这个地方。哦，要三天。这个辐射会影响信号的结果啊，确实是有可能的吧？哇，原理上楼。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值得拿的东西了吧？哦，好温馨的音乐啊！嗯，大概呗。天，我讨厌这个地方。让我上去，这个灭火器咱们扔的吧？应该是扔的，我记得。对，把手电筒给拿出来，这些东西呢就可以放回去了。啊，咱们拿到了一个独眼巨人号发动机效率模块，还有一个这个海鹅号的额外储存模块，哎。都是比较有用的东西，不亏，这趟不亏啊，血赚的可以说是。好，然后咱们是从这边来的吧？哦，这边没来过，这边没来过。哦，素食饼干拿一个，饼干，呀呵，这里还有，搞什么？这边上居然能上来，太吃惊了。这里还有血吸虫啊，啊，吸血虫。血吸虫是咱们现实生活中的生物，而且没那么可怕。未污染的水，这算了。这么大个箱子里，哦，独眼巨人号的发动机，非常有用啊。咱们好像缺这个吧？哦，获得了，这就满了，这就，啊，爽。那这里还有什么呀？有一个 pad， 真亮啊！反式政府资料，阿尔特拉。哦，咱们这个已经算一个小型政府了，这么牛逼的吗？咱们这个阿尔特拉集团，它已经算一个小型政府了，非常牛逼啊！不要，咱们不缺水吧？还挺缺的哈，不能说挺缺的，但是一般般，那一个就不要了，也没那么缺。也跳上去，搞什么你？嘿，好吧，这里可能是上不去，但那上去也没什么意义吧？哦，那里有个门呢，还有密码。嘿，好像没什么屌用的样子啊！你上来，不对，吸错了，大哥。我该怎么说呢？他会吸最近的那一个。好的啊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嘿，妈的，还是上不去啊！妈的，我上去又下来了，我是个傻子吧？我上来拿错了，别！哦，我直接把这个扔了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上不去，我知道。等会儿啊，咱们应该是把这个。我就不能不喷这一下吗？他一定要喷一下。好，我只要把自己稍微提起，又吸错了。这个稍微提起来一点，跳，上不去啊！气死我了，这么小一个盒子都上不去吗？啊，上来了，终于上来了！天哪，哇，我的那个都没能量了，我的这个冲击炮啊！不过好在呢，哎，咱们有很多这个南孚。What？ 哎，可以按，那就好，
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按不了，那我可就要哭了。这上面眼熟啊，我说这地方，好吧好吧，我服。这就是咱们一开始最开始进这个极光号的地方啊。那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好探的了，这边咱们都探遍了吧，好像有一些有几个要密码的门，这个资料咱们也下了啊，就有个 pad 我没看到吗？哦，不是 pad， 应该就没有了吧。这上面的话这应该就出去了，咱们再回去看一下，还有两个门没打开呢，对吧？还是好像都开了，我忘了，我真忘了。怎么还会震呢？我都把那个反应堆修好了，好奇怪。这下去会掉血的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吧，会。不过好在掉的不多。不过咱们要是个驱魔人啊，估计就摔死了，摔死了。这个水里，这个地方是干嘛的？这上不去，这是摆设。好像那个有一点死亡空间即视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点点。这里有那个血吸虫啊，吸血虫，小心一点。这个门哦，损坏的电线，来修好。怎么不掉氧气呢？是因为比较浅吗？打门。一度有派的。哦。好多模块啊，这里，但是他们拿不了。有一个海鹅号的动力补偿模块，咱们把电池给换了吧。哎，有什么值得扫的东西？海鹅号的碎片，我疯了！哼，海鹅号碎片，都是海鹅号碎片吗？有一个可以拿的海鹅号碎片是什么鬼？等会儿啊，这个海鹅号碎片可以拿起来，但是我。哦，这扫哦，还我们物品栏满了的话，喝个水吧，喝个水，吃就不吃了，用个急救包。哎，急救包就有点缺，其实就不应该那么用。然后的话，电池就给它换几个，这个焊接枪啊，这个炮啊，都没电池了，换一个。然后把这个5%给丢了，在哪儿呢？这个吧，哎，不见了，在这里。丢掉，然后把这个手电筒也给换了，有点奢侈我知道啊，但是是为了腾空间嘛，对吧？而且这样也可以比效率比较高的利用咱们这个电池，不是比较高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这样是比较折中的办法。好的，然后把这个补偿模块给它拿上啊，以后有了电池充电器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多电池，说实话。海鹅号碎片，这上面有，这是有两个海鹅号碎片，但是我都有了呀，你看是多余的扫描片段，太肯定不要。这也是海鹅号碎片，不需要。这个模块拿不出来吗？这四个哎，大哥，你就给我拿出来呗。哎，拿不出来。哇，好大的两头胎，这个门应该打不开。那好，这里应该就没什么了。走吧，电池不要。哎，咱们可这一次可真是满载而归呀，真香啊，真香。这里来过没？这来过啊，来过，是那个动力发电机，不是发电机啊，那个护照发生器的那个地方。然后这边是咱们焊开的门。密封的门，这有个电池，不要，算了，拿着呗。哎，不拿白不拿，对不对？需要扔了咱们再扔啊，不需要扔咱们就带回去。这个门应该打不开吧？这有个水啊，拿着呗。这种未污染的水还是可以加很多水分的。这是什么？海虾号安放处。哦，咱们就从这来的是吧？
好的，那个应该就是这样了。不对呀，对呀，那个门去哪儿了？就还有几个没有开的门呢。我在这里，这个馆子这里总是徘徊，出不去。要不咱们就直接……哦，应该是这里就出来了吧？啊，不是。怎么还震呀？这里奇怪了。哎，这是哪儿？在哪儿？一脸懵逼。哦，来过这里，来过这里。这是控制，这是动力室吧？是好大的动力电池啊！这是。话说这个时候的，飞船居然是电动的，比较诡异。不是电动的哦，这应该不是电动的，它就是用电力驱动船上的一些设施啊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打开这个门，然后这里的话应该是、啊、吸一口氧气吧，这地方是可以吸氧气的。这门打开了呀，怎么从这来的？哇、哦、那破得够彻底的啊。那几扇要密码的门去哪儿了呢？这个门能不能开？这门应该不能开，我记得看人家视频是不能开。我试试吧，跳过去，这应该对我来说应该不难。我收回。这怎么上去呢？这应该就是不能开啊，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开的东西。它那个灯也是灭的。那好吧，咱们只能从这里出去了。哎，先让我上去啊，各位！啊，是不是都开了？这个门应该都开了吧？我记错了？不会吧？这么坑的吗？嗯，好吧，就当自己都开了呗，好不好？毕竟都已经探了那么久了啊，咱们也该回去了，把这个海虾号给它做出来。哎，这一段回家的路就不用录了吧？应该不会遇上那个什么李维坦啊，应该不会。他怎么还是震呢？我的天！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嗯，对了，有人跟我说啊，就是即使你遇上了利维坦，也不用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跑不过你啊，他是跑不过这个海鹅号的。你就算听到他的叫声了，你只要哎不回头的往前冲啊，他是抓不到你的。哎，我就信了他的鬼话呗，啊、能不能信我也不知道啊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海鹅号访问它是声音控制台呀，对吧？咱们有一些模块可以给它用，储存模块啊，压力补偿。我竟然都给扔了，我的天！我没有使用，我是给撇了，我的天！那还有一个呢？喂，不要这样！啊，我看到他了！啊，过来吧你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哇，好深啊这里！我不会死在这儿吧？等会儿我要把那个推进器拿出来。掉哪儿了？别这样。亚美雷，哦，在这儿。不是呀，智能能量延展器。要你何用？还是多余的片段？我的天！莫非我没放上去？不对呀！啊啊啊啊！不不不不不不，他一定掉在这个正下方，对吧？他应该掉在正下方，或者他根本就没下来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不然的话，这也太傻逼了。好啊，在这个正下方，正下方，咱们自己下去。正下方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你的。哇，我真是太蠢了，我靠！哎，这啥？四号逃生舱？哦，复返了，这个人，尴尬啊！对，应该是没掉。大家看，我只有一个格子，我只有一个空的格子。所以说呢，他要是掉了的话，我又放进去一个，
对吧？可是我确实有两个海鹅号的模块呀、啊，喂，这怎么说？我给存起来了，存这里面来了。没有呀，我有一个抗压模块，一个那个一个储存模块。我现在是把抗压模块放进去了，储存模块放进去了，抗压模块没有放进去。啊！我想想啊，我本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我放进去以后呢，它就掉了。但是我确实有个抗压模块啊，去哪儿了呢？我好心烦、啊。不是，我记得有个 MK1 压力补偿模块。天哪，我这也太傻逼了我。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傻逼的人吗？应该会有吧，但应该会有吧。他要是有物理引擎的话，他就滚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我试试啊，我试试在这里撇一个什么东西，撇个碳，看你会不会碰到这个山壁，然后快快下去！我靠，哦，他会滚。那咱们这个模块的话，应该也滚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扫描式碎片吗？独眼巨人号剑桥的碎片不需要，咱们有剑桥了。页岩块，这个有钻石一般啊，金块啊，不要找谢谢了，我要我的模块。我天哪，我的模块呢？这是什么？铜矿，铜矿怎么是红色的？应该绿色的。船体的碎片，这个咱们没有吧？啊，获得了蓝图，独眼巨人号啊，我要模块，我疯了我。莫非在上面？得吧得吧，这个找这个太无聊了啊！啊，好烦啊！我尽力了，我没找到。我甚至不记得我是否真的捡了一个 MK 一动力补偿那个什么压力补偿模块，我真的没印象了。要不然这一下也不能撇那么远吧？我说。这个四号逃生舱在这儿啊！天哪，这太诡异了。而且我也不敢在这里长时间逗留，我怕有那个死神利维坦。哎呀，我太傻逼了，我应该是没有东西了，因为你看我的物品栏，之前没日金块，我天，之前确实没日金块啊。那就是说，本来是满的物品栏的话，那就是丢了。得了，我一会儿再去看一下。自己的视频，好吧，我们在这存个档，我找个时间去看一下自己的视频，然后剩下就再说啊，我自己去找到它，不然的话这太伤了，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一个补偿模块的，我天哪，撞我干啥你，铁锹鱼啊，好吧，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我操，你找的好苦啊！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消耗的食物和水，就知道我找了多久。我找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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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的久，啊，我都忍不住要骂人了。好吧，看来终究还是让我给找到了啊。起码这样呢也比较好，对吧？不是，我本来都打算刷了，我找了好久啊！我的天哪，气死我了！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自己的视频，终于呢算是。啊，找到你了，好吧，那么可以正式的结束了，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，算是圆满的一期吧。